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红人。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啊，自然文筑巢的黄角现在是什么情况。看一下装的多王的啊，多王的优点就是筑巢快，筑巢率更高啊。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这窝是三王的，已经是大幼虫了，马上就要烘盖了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换一窝看一下，换旁边这一窝啊，看一下这窝已经烘盖了，这个窝是双王的，最近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养这个马蜂。刚装箱的时候咱们可以装多王也可以装单王，食物的话就是一天两只小蜜蜂，两毫升糖水，天气热的话这个糖水的话一天两换，天气不热的话就一天一换，筑巢了过后一天四只小蜜蜂，筑巢了要吃的多一点啊。筑巢点蛋了，那个蛋孵化了咱们就要多喂一点了啊，就有那个小幼虫了，一天五六只小蜜蜂，大幼虫的话一天都要十来只小蜜蜂。大幼虫的话可以喂一点蚂蚱，也可以喂一点肉类啊，牛肉，牛蛙之类的，喂食的话就是这样啊，一直喂到出殖，出了十来个之后咱们就可以拿出去野化。一般野化一个星期左右咱们就可以直接换养了啊，有二三十个之后呢直接可以换养。筑巢的换养出去这段时间的话喂食就是这样啊，还是挺简单的。看一下这个是斧子凤啊。好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。抖音。